中意坏蛋登场。我中意心情总部呢个书袋啊。我中意发变一加一呢个书袋啊。坏蛋登场，好有趣。书袋小电子。小袋鼠你中唔中意啊？中意。其實我覺得是有用的，因為我們這些家長就時間所限，未必可能可以很即是 spend 很多的時間去找一些適合他們的小朋友的書籍，如果有一些的 guidelines 即是有這些這樣可能給我們直接去選到的話，就方便很多咯。這個活動很好，我覺得，因為它可以分了不同的類別啦，還有不同的年齡啦，因為始終平時我們一個大的書櫃呢，其實它都沒有說指定某個年齡嘛，但這個呢就可以很容易 catch 到我小朋友的需要，即是我小朋友是大約五歲至三歲至五歲，那我就可以正正拿回三至五歲的小朋友啦，還有不同的主題去給他分享呢，那就會容易一點找，還有他自己都會多了興趣咯。今天見到有不同的書袋呢，那他就會去看看其他不同類型的書，今次他好揀了另外一個類型講病菌，就令到他可以看另一款的圖書。打開了之後又發現有一些遊戲紙啊，覺得挺好咯，即可以趁跟他一起讀那本書，他理解會更加深，而且會更加開心咯。